给点吧，给点吧。哎，大叔，给你一块钱替我上个网课，我晚上来拿。被看出来怎么办？学生这么多，老师这么全的，哎，玩去喽。哎，正好我也学习学习。这黄瓜怎么办呀？看这架势，必是来砍价的，不可能让你得逞。这黄瓜，八的32次方除以根号5加派的后132位减去巴拉巴拉巴除以14621的立方根一斤，这8毛一斤。给我来一斤。幸好没砍价。谢谢你啊，算数这么好，去我家给我儿子做家教吧。不出去学校，你的理想是当一名伟大的教学家吗？这一节课念一下同学们的作文啊。我的理想是卖豆腐，做硬的是豆腐干，做稀的是豆腐脑，做没了是豆浆，怎么都不亏。多朴实无华的梦想，太感人了，最新的榜样。打起鼓来，敲起锣。要不明天我还帮你上网课。